北欧四国是哪四国？北欧四国通常是指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这四个国家。北欧是政治地理名词，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北地区的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与冰岛这五个北欧理事会主权国。冰岛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北欧四国，是因为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，位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，被大西洋远远地隔开。其他四国都位于亚欧大陆板块上，国与国之间距离很近。北欧地区最佳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五到九月份，这个期间昼长夜短，气候温和舒适。北欧的冬季漫长，日照时间比较短，不大适合旅游，但是是滑雪爱好者的不错选择。